我迄条市长雇主的希望工，在乐工局做工行善团修善团队长期努力加支持之下咧，协助植栽弱势家庭修善户咧，已经达到190间。爱心足迹遍及台南市区各地，市长夫人刘义清老师也到场关心，表示。非常感谢我们秀善志工哈。昨天已经忙了一整天了哦，电器工会，今天是泥水工会哦。那这一个案组呢，它的环境哈、非常的恶劣。那刚才经过会勘哈、那个很多的木材都是因为蛀虫，然后白蚁造成了那个坍塌哈、然后呢，环境非常的恶劣啦哈、那这个案主呢，身体也不好，是一个身心障碍的一个案主。感谢我们的里长，感谢我们的区那个我们的局长。第一个里长啊、告诉我们这个案主的为难之处啦哈、连居住的安全都没有，那他赶快跟我们通知，然后由局长跟我们的科长以及我们秀善志工一起来评估跟会勘，现在做一连串的这样子的修缮，一个是即将倾倒的一个房子，现在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整顿，现在吼都有会当困的所家吼，就是他的房间卧室，还会有室内的卫浴设备跟小厨房。那么不管是刮风下雨，他都不用到外面去哈、而且这个案主是一个要坐轮椅的身心障碍，所以在整个通道的打通，或者是在居住的方便，我们都一定的考量。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里长，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里长哈，还有我们感谢我们每一个来帮忙的修缮志工啊，今天代替市长来谢谢大家，谢谢。乐港局长王新基在现场指出表示，我们今天一大早跟市长夫人刘老师到马岛马靠去看我们今天的房屋修缮，今天是由我们泥水工会做内部里面铺围铺坑啊，跟地板哦这样的一个做这样的一个施工，那紧接着接下来一样就会我们内部装潢油漆就会完成的部分。那当然，的确嘛，刚表咱周里长在服务里面的时候发现这样的服务个案，那我们紧接着就跟刘老师到现在，我们像农田路桥架，因为我们木工工会今天借着他们施工的空档来做内部整理的部分。那当然也感谢劳工事业服务协会今天来做修理好的包膜，这样马上如果是真的要运补给我们服务案做这样内部装潢用的衣柜除那个床铺的部分，因为要包膜起来，这样才会很干净。所以很感谢大家每一个志工团队都能够结合在一起来整理这样的相关的内部要用的东西，可以说我们也有前部的部队，后面的后勤部队互相做结合，马上能够完成我们整套的，我们是受工行探团整套的服务案。那当然很感恩，那当然我也感谢市长夫人跟市长都也一直在关心这些服务案之外，也能够适时的能够到施工的现场来肯定我们的志工伙伴，他们鼓舞他们，他们每一次看到市长或市长夫人来看他们，这些志工都非常的高兴，每一次做就做得更起劲。所以咱台南是有一个有爱的社区。马老区陈先生案主身体状况无好，长期依赖救助金加邻里的帮忙，居住在房屋破损的旧厝，漏水严重，而且并无预测设备使用，十分的方便。日前修缮志工已经做好前置施工作业的准备，再由泥水电气志工接续施工，顺利进行。本礼拜三8月70日，由金属志工开工搭建厝顶钢骨。当日一早，每条市长也亲自带来饮料，感谢志工长期以来付出辛劳，伫为弱势修缮房屋。
表示台南有浙江行政团足好。今仔日8月14日，市长夫人刘一清老师嘛特别带了点心甲饮料前来满道修缮现场，以及劳工局在关电区龙田绿桥下二手家具仓库。感谢浙江伙伴不畏炎热的气候为公益付出。台南市电器工会发挥取诸于社会、用诸于社会展爱的精神呢。除了加入劳工局浙江行政团用行动为弱势家庭修缮房屋以外呢，并且也捐赠爱心物资关怀弱势家庭，更加哩近日得到创世基金会带哩为照顾搁较侪植物人，募资资金兴建创世基金会加以新年。在今仔日电器浙江正忙于修缮，更加捐赠100,000元资助兴建，并且劳工局王新基局长亲眼见证这有意义的一刻，判处公益的善举，会当予搁较侪善心的人士咧一同响应。劳工局王新基局长感谢浙江行政团的伙伴，有台南市劳工志愿服务协会咧，甲台南市木工业职业工会等志工，今仔日8月14日共同咧到二手仓库搬运家具维修衣橱。数十位木工师傅发挥巧手专业能力，以主人的精神转化为爱心，把作些牢固的家具改造成焕然一新可使用的家具，将来再传承给有需要的休闲家庭，和充满志工温暖的爱心的家具再为社会造福。劳工局长王新基感谢市长夫人刘一清老师咧，今仔日特别前来满道修缮现场，甲关电区二手家具仓库，更加准备凉水甲点心，慰劳辛苦的志工伙伴。拄啊，也向辛勤的团队致意，在浙江行政团十足的行动力之下咧，得以完成每一户希望家园的打造。而志工们亲手修建的房屋咧，更加代表社会各界爱心的集结，协力之余咧，更加盼望弱势家庭会当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甲生活环境。以上是台北网新闻网报道。